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其实呢，烧全呢有一个秘密啊，这个秘密也是他的一个痛点，就他出门的时候偶尔会遇到他的粉丝，粉丝呢就是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嘛，但是啊，烧全这个人啊，看到粉丝打招呼，他就会觉得全身不自在啊。既然烧全怕什么？那我们今天就给他准备什么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跟张姐去串通好啊，找了一个我们的朋友，当然这朋友也是烧全的粉丝，就让他今天假扮一个特别特别热情的，非常非常热情的那种。我不知道烧全如果是面对一个突然对自己非常非常好、非常非常热情的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他粉丝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都说好吗 ？Let's go. A few moments later.来的迟到了，怎么了？迟到了，待会儿你结账，来晚的人结账。为什么？因为来晚了。多大？请进。服务员。哈哈，烧全，张姐 ，Kimi， 我。你好呀。我是你们粉丝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刚才在外面看，就是跟你特别像，然后我就跟着过来了。啊，谢谢谢谢，真的是你。服务员，烧我能给你拍个照吗？可以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要不大家一起吧？哎，我最想先给你拍一张嘛。喜欢你，好啊，我可以搂着你吗？可以，我怎么弄？你们随意随意啊，随意嘛。就是刚拍照，对，这样怎么弄？这样吧，这样，我，什么剪刀手啊？好，就这样吧。好 ，OK， 啊，来，自然一点。OK， 来，好，三二。不是，我是太喜欢你了，你不要误会，真不要误会。我就是太喜欢你，我太激动，我刚才一直在外面就是看着你，然后我就一直看你背影，一直飞过来的。啊！我可以加个你微信吗？我马兄弟太快了。不是，哎呀，我真的就是太激动了，你二耳朵怎么红了呀？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其实很正常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国外都这样子，我扫一下你微信的，那要不我们一起？啊，拍拍吧，来吧。哎，要不还是你站中间？偶像嘛，三二一。搞什么？这不是整蛊吗？不是，我真的就是在外面看到你，然后进来，然后我就跟着你一起。我们要开始吃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要不要一起吃啊？哎，好呀。哎，好呀。你吃啊。好。吃吧。好，吃啊，没事，吃。哎呀，自己吃就行，你不用跟我夹，就是。好，你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我自己来，好吧。好，谢谢，真的谢谢，真不用跟我夹了，我自己来，好吧，我自己来。那你给我夹，我给你夹一个吧。多吃点，吃个鸡腿啊。好。你会不会看手机啊？我不会看手机啊。我会，来，我给你看啊。不用，这样就是看这个。可以。我操！好了。不用了，吃。不用，刚才是差不多。我主要是见到自己偶像，好激动，你知道吧？你已经激动了呀，哭了，唱歌我们在吃饭了。对呀，吃了，没事。吃饭吃一点吧。是这样的，其实我自己也有家小公司。你要不来我这儿上班，真的，一个月怎么也有个1-2万块钱。在哪里上班呢？可以去我家办公。我家房可大了，我家还有泳池。What？ 而且你每天也不需要干嘛呀，
就每天就待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啊，玩玩游戏啊，你想出去玩你就出去玩玩啊。那不是保养吗？嗯。啊，你说呀，我听着呢，你说，你想吃哪一个？好，那自己可以手可以不用，不用了，这不用。就是激动，激动也高了，你看这么脚力，但是一进来亲啊什么的，我都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时间是这么久了。对吧，你一直保持的状态，你这就有点冒犯人。那说句实话，谁冒犯人呢？你看着你偶像，你不激动吗？那我也就一开始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一直这样摸啊搂啊，绝对不会，还是一直。我哪有摸了？我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。不是妈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们就这样就对待粉丝的吗？不是，我们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不是你想这样的。哪有粉丝这样子的？我喜欢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就这样对待粉丝吗？我要怎么？粉丝也要尊重人啊！我哪有不尊重？这是不尊重人。老爸，这是尊重吗？你还你怂吗？你没发现你每次跟他说，他都不看吗？你们在干嘛？是我最接受不了的，我真的很接受不了这个，我真的很怕，我这个人就是，我很怕就是，有门，有你妈，干嘛？好，现在看谁都像我粉丝，什么？没多少粉丝，故意请的一个粉丝，啊、真的不要再搞这种，我真的很怕。我是想包养我，可能他真的是想包养你，那你想吗？是他真的有公司吗？有啊。啊？有啊。我们已经入职了。转正了。